Hello， 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一。那这段时间呢，我想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我们老家的一些风景，还有我这个春节假期的旅行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计划。这个头发呢还没有上色，然后是在年前漂了两遍，然后年后理发店是初二上班，然后去把颜色给上上去，所以说现在出门只能戴帽子咯。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去庙里烧香祈福。我每年在家里过年都会去庙里烧香祈福，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好的运气，然后来年可以更加的顺顺利利，然后身体健康。今天的 look 就是这样啦，穿了一件新的毛衣，然后一条新的牛仔裤，搭配了一个帽子。因为大年初一不是不太好叫别人起床嘛，然后我妈就在外面放着这个特别喜庆的音乐，然后叫我们起床，真的特别还蛮有用的。我觉得这个音乐一起来就特别有氛围感，我带你们去听一下。出发喽！在去庙里之前，我要来溜一下小摩卡。好久好久不见了，我了摩卡，还是这么调皮。他在给我炫耀他新得到的玩具。出发去庙里喽。下起了小雨。已经烧完香了，现在去我的姑奶奶，我的姑奶奶家拜年。小朋友的脸也太好摸了。吃完饭了，现在去看个电影。看完喽，现在回家吃晚饭。你先坐吧，他说吃饭。小雨，嘿嘿，哎呦，他大姑嫂炒素菜呢。我的大姑在烧饭，这是什么菜？是芹菜。芹菜。芹菜。哦。就是香芹，这叫香芹。我不吃芹菜。跟那个芹不一样。当然不敢说，黑黑的。是香芹，降血压的。对。看他舒服的。回家看海南卫视的春晚，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零食。电视看得真的很清楚。真好看，就看你本人好看。是看我本人好看吗？你那样，哎呦，看哭了。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二，我现在要去染头发喽。今天真的是超级大降温，整个房间都是冷飕飕的。给你们看一下外面，这个江面上都有一层雾，然后水也变少了。今天没有换新的衣服，想染完头发再回来换一套。就今天长得挺好看。蛮忐忑的，
那还不错哈。到家喽，这次染的是一个粉灰色，应该算是，我觉得是我之前没有染过的发色，所以这次尝试了一下，自漂了两次头，然后有一些头发就断掉了，我就让他给我把坏的头发给剪掉，然后现在头发是整体是一个很短的状态，再养养吧，可能回北京之后它就长长了。我妈在泡茶。自拍时间，突如其来的一段戏，可能未来五年吧，未来五年我可能会考虑一下的，因为这个事情我也得和这个摩卡本人商量商量，对吧？他不是一方就能够决定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双方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考量的这个机会和考虑机会，因为摩卡本人和我关系非常好，所以我要去和他交代一下这个事情。看完喽，去外婆家的路上，我已经到我的外婆家了，然后现在来吃晚饭喽，看看还有没有饭。哦，有锅巴，来放烟花喽！烟花真不错。这个糖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一个糖。粘牙是它的特色。吃的太多了，得练练。武汉的感觉哦，真好啊！晚安啦 ，Morning， 大家好，今天是大年初三，那今天真的是特别冷。今天直降了6度，然后现在已经是-7-8度左右了，路上都结冰了。那一会儿呢，还是先去溜一下摩卡，带带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活动。今天这个发色维持的还可以。啊！赶脚没睡醒。溜摩卡。江边可真冷，在江边，今天真特别冷。梦回了，到家了。今天中午想自己做一点我喜欢的肥汁捞粉和螺蛳粉吃一下，所有的材料都已经准备好喽。然后现在粉已经下到锅里了，感觉自己做饭还挺像回事。噔噔，做好了。吃螺蛳粉的诀窍就是要换一身衣服。该说不说，味道真不错。下午来打麻将喽。嗯，我已经很久没有打麻将了。第一轮打完了，然后一会儿吃完饭再下去打。你看暖气开得大大，我的这个耳朵都特别红，这是我的耳朵的一个毛病。饭后喝点茶消消食。家的门没有给你们看一下。
冰粉，蛮好吃。点了不知道的肉、牛肚、鸳鸯锅，还有我的蜜。Morning， 大家好啊！今天是大年初四，那今天呢，我想的是带大家去我一直说的宣纸的生产地。我在很多次的节目啊录制当中都有说到过宣纸，那今天就想带你们一起去看一下宣纸的生产过程是什么样的。我们出发吧。老样子，出发之前要去先溜一下摩卡。终于出太阳了，江上也没有雾了，万里无云。最近过得好不？计划有变，我先来练个字。姑父给我示范中，第一次认真写我名字。成果展示，出发喽！我要拍一个。到喽！出来了，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这里亲眼看一看。吃晚饭前来健个身。练完啦，去吃晚饭喽。一桌的肉哎，你说这不锻炼怎么办？是不是？摩卡晚间按摩时间，我到家了，晚安。